衰女，妈咪揾咗咁耐都揾唔到，你咁快揾到？揾到咩啊？唔好话俾我听你唔知啊！头先同佢嗰啲叫咩？叫咩 ？Alone together， 即系话你哋两个人喺埋一齐，但系各自又有自己嘅空间。你记住啊，呢个世界上面可以同你 alone together 嘅人真系唔多，你要好好珍惜。难得喺呢度，高敏感都冇令你 overload， 你仲唔明？等我画公仔画出墙啊！你中意咗佢？我中意咗。嗱，薰衣草蛋糕，我用罗汉果糖整嘅。罗汉果嘅 sugar alcohol 系唔会被人体吸收，而薰衣草系会令人平静。我专登焗俾你，应该啱你食。嗯，我明啦，我中意咗呢个地方。如果城市系一个森林，有人会系辣椒花，有人会系苦味兰。飞蚁，飞蚁系白蚁为咗繁殖而变异出嚟。当佢飞到新嘅栖息地，就会退役变翻白蚁，然后产卵繁殖。蚁后每分钟可以诞下六粒卵，一年超过300万。白蚁会蛀坏植物，蚕食植物根部，导致植物冇办法吸收养分。某程度，白蚁系一种害虫。人会唔会都系害虫咧？系咪啊？系咪啊？你个仆街！仲走？开车！大仙哥啊，大仙哥啊！嘈啦！痛啊！痛！痛！大仙哥，俾次我两日一定还咗俾你，应承你好冇？半日冇冇冇，大仙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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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冇，有计倾，有计倾。哦，好嘢嚟啊！呢个食翻老豆留俾我。你老豆知你冇租金，咪就标俾你交租咯。大仙哥唔好，大仙哥，只表俾翻你，你租佢家，唔好啊，大仙哥，唔好啊，唔好啊，你知我想点嘅？飞蚁、白蚁，只要系害虫，就应该消失。点解会咁？消灭害虫有四个步骤，首先识别害虫，然后制定计划，透过针对性的部署、强力直接的手段攻击、制服、消灭、清理和善后。只是计划总讲不上变化，早知就不要悭买个大一点。原定计划只有一个，但没办法啦，滅蟲又好，殺人又好，都要乾淨企理，不可以留低手尾。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，人必須要適應。達爾文主義下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 ，survival of the fittest。啊，等陣，不如試下偶遇啊！可能頭先膊頭嗰下太快，佢未必認得我咧。先生，你有冇事啊？啊？咦？好似 red 喎。冷静啲，冷静啲。要同一时间处理两只害虫，的确实细预算。嚟啊，饮汤。饮汤先啦。冇晒啦。一阵记得饮啊！死者身中多刀，点解唔走啊？
有問題？梗係有問題啦！個問題係我哋未揾到個兇手啊嘛。你啲領水有問題，唔 work。點會啊？同平時份量一樣喎，三片檸檬一茶匙鹽啊嘛。我幫你沖過啦。唔使。可唔可以放我走？Sorry， 我做。點解我唔識你噶？我知，呢個係一個意外，我對你冇惡意嘅，只係你一個唔適當嘅時候，出現咗一個唔適當嘅地方。我嗰個有事嘅。我成日斷片嘅，我喺佛世界，我唔記得嘅，我唔記得你噶啦，對唔住。我都好想相信你。我有個好重要嘅客人咗。冇啊，唔打針嘅。放心啊。我呢支針用結草燉出嚟，純天然，唔會好痛。冇啊！對唔住啊，救命啊！咁你應承我。快翻嚟睇你！係，我仲未 ready 喎。你哋營業時間係10:00到8:00，而家11:00。唔係因為我仲執緊嘢，我想要鹽檸水，我可以等你。咁你入嚟先。鹽檸水 ready。冇飲啊！冇飲。檸檬有問題。Sorry。洗手間喺嗰度。你唔應該呃我。你而家睇緊 TVB USA 官方頻道，唔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